我刚才在屋顶上真的想去死，虽然想死，但是却能战胜这个想法，那才是真正了不起。真是太好了，因为有老师在。今天发生这种事，有郑老师在学校，真是太好了。听说郑老师今天最后一天。反正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独自留下来的，你看着办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2013麻辣一班。